本期讲解一个简单操作、高价售卖货源渠道，一条价值万金的渠道啊！无数商家争相购买，零成本实现月入过10万啊！这些年来，电商平台火爆，无数人有了这个平台售卖商品，但是大多数人是没有好的货源渠道的，导致产品质量低下，售后服务难以保障，售出的产品以后面对顾客的问题难以解决，无数商家为此苦不堪言。因此，一条高质量、高售后保障的货源渠道就成为所有商家竞相购买的宝藏，咱们就可以通过向商家出售渠道做到500万利了，100万利。这是下载之后整套教程、项目介绍、前期准备、项目实践、引流与变现，使用的工具、需要的工具啊，大家看看，还有对标的账号、同行怎么操作的，还有收益的截图，我们来看看，一个月的收入，大家看看，10000多块钱，还是非常好的一个项目。这是项目的介绍、项目的资料啊，项目的资料。如果需要摆摊课程的话，大家同样打开视频说明区的这个网址，然后搜索关键词，比如说是售卖货源渠道，就可以下载摆摊教程了。